我乃一生，一生在生，但愿因在劫，阿难求见人念佛。各位经文师，甲咱再会。哦，咱今日日啊，有这姻缘，有这机缘，伫这个每一年的这个开始的当中，咱会当伫这个所在来做一个转变。这嘛是咱爱上的庄严的圣诞。咱的一些过节开班，咱大家拢去旅游圣诞，一班拢少到八百个，拢差不多有，甚至啊几千个来。但是，自从着疫情的迄个来临的时阵，咱嘛已经两年啊无去旅游来做这个大班，因为咱旅游开大班。搁离迄个地下室，迄个人聚人太济，惊讲传染来传染去，所以呢，伫咧医疗服务中心，为着大家安全，甲咱考量，啊嘛甲咱做一个化妆规定，一个办出个足适当的处理。那当然，因为今年已经疫情逐渐进入第二年。本来今年咱动物中心已经规划咱旅游圣诞，啊，我相信讲，咱各位前年人是旅游圣诞有班，要请各位前年去到咱旅游圣诞行行嘞，咱看看嘞，几率嘛真少啦吼。因为咱那时候啊，着咱无代志，我着无去；啊，有代志我着去，差不多安尼。不过啊，咱每一年，若是新春关，啊，若是火过关。咱拢会去行行咧，啊，受着咱的佛光普照，啊，所以呢，今年本来啊，规划咧，咱二月圣诞内底当中会搬厝，但是咱知影讲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临时变化咱台湾这个疫情，又个无形台底过来啊，所以不得不啊，所以咱第五当中啊，来化成为零。来开办，那当然，咱嘛知影讲，咱伫修办道的过程，万古修办道的过程，伫咱人生的过程，咱嘛一定从细汉，咱嘛无想讲，真正这个疫情会遮严重，这个疫情会死啊！在我的思想中的内底当中，从囡仔到老人，无这个概念。拢想讲哦，啊，咱人若感冒，啊，就看医生食药，讲叫流行感。安尼，他有讲，迄个疫情遮严重，就过年杀数，甲即目前中，伊是新冠状病毒，啊，过年杀数，嘛是对大陆来吼，啊，新冠状病毒那是拢对大陆来吼，拢对咱厝边头尾来吼，啊，即就是叫做重点，哦，叫做重点嘛。甚至呢，到世界每一个角落，拢全啊，迄、那个疫情的变化愈来愈严重，愈来愈严重。做人人心，能讲人心惶惶。好、哦，咱嘛知影讲，而且几年来，咱着疫情，听讲吼，已经来到四亿的人口，已经确诊了四亿的人口，但是讲有力量着四亿的人口。咱嘛查好，为着这个确诊死亡的将近六百万人，将近600000人，这个600000人那个生成的数据，比咱移除世界大战，移除世界大战四年总共人数较少，这有可怕无？唔免等到一点一寸，都有法度把你毁灭了人类这些人。马其人民共有差不多目前中的世界有70亿的这个人口，当然，这若要甲讲起，它有这个问题发生，它有这个问题发生，咱甲想想咧，这无形大敌，这个疫情对咱人类敌人嘛，伊就是要来毁灭咱人类嘛。好，咱嘛知影讲，是那底下有冠状病毒，是那底下那时候阿文才得了冠状病毒，
是安怎？牛，你敢有钓？你敢有听讲钓？反正你拢无听到吼。所以动物类的拢总无听到冠状病毒，唯有咱人得冠状病毒，拥有世界上代哦精密科技卫生组织，以世界上尖端的医疗，我都嘛好记，我嘛好记。到进步前中，进步前中，泰国一定放弃，世界不来国家放弃，谁能放弃？伊讲，因为要甲冻做一个流感，咱家己安那自求多福，家己身体爱家己顾好势，这个口罩爱家己挂好势，好、哦、啊出门爱家己较小心嘞，讲家己自求多福，因为已经嘛无咋会去到乌克兰，咱嘛知影讲进韩国，一日就七万人，韩国咁就七万人，你甲看变哪会？那个病医来这当中啊，那个入那个病患啊吼，那基本上那种无同类的，进韩国唯有就是对那个重病人啊，那个较严重的，你医出病，啊，剩下呢，你对你存在你，你家己做许多，啊，你得啦，方便好些啊，较严重你当来病医，啊，那叫会去，你到底存在你吃安怎药啊？吼，啊，都贵个啦，消就消。那会好就好，啊，那袂好啦，较重，较重，送来病。咱台湾即个听着不确诊，即头应该是对不对？虽然爱甲你确诊，啊，虽然爱甲你治啦，你足多个时间，你足天的时阵，伊就甲你治疗好，唔免得互你重，重去送去病去治啦。咱台湾真足球这个物件，唔过你是世界医疗崩溃，世界医疗崩溃，有可怕无？咱台湾。这个土地目前中，阿都顾甲上好势。咱嘛感谢政府，咱嘛感谢咱台湾的迄个卫福部，艰苦啊，上好势。但是病毒的原因伫倒来，过去的迄、那个啊，咱环境底本是一寡科学理论有证明啦吼。尽劳素食，惜灾民啦吼。哦，是变讲啊，迄、那个啊，卡斯国啊，迄、那个杀伤海面风梦想啦吼，啊来安怎？迄有一段的过去的原生地，原生地本的天衣白文，的这个叫新闻，我相信讲在座的人无看到人真少。啊，这部新闻对倒出来，这部新闻我二十多二十年前、啊三年前迄个时阵出来，咱无啊，咱从头顶无改变，是台湾，都看到这个。啊，这个新闻，但是咱想讲呐，讲较可能会安尼。那你，那你台湾这个土地，大家嘛拢养尊处优，哦，他有啥物人要钓啥物，钓会死足侪人。讲骗地，哦，拢在骗地，拢在死体，拢啥物的时阵啊？你全部土地人带，较早是土地带死体，即摆是死体去带人，哦，即摆是啦，唔是啦，即摆是土地带死体啦。现在是死在个呆头啦，安尼啦对啦，就得病。但你们想想看有影，还是有影？现在有影，我想给你看。恁若是到印度，印度恒河，恁有看到咱的网络无？印度恒河真正呆到不着呆，拢早是只迄堆恒河嘞。啊，恒河伊啦，恁恁讲叫做哪？讲叫做天上来，讲话做天河啦，讲搭住遐去，唯有就是。往西方地方，等伊个是解脱。不过等待咧，阿点咧，伊是无灶烧烧袂去嘛，烧到伊个木材，拢无下人去烧啊。因厝当中大下来，阿无所人带，所以咧，伊从等伊行落来，啊，行落即个开始，迄个老迄个老，啊，迄个老迄个老，第一是卡在后壁，人较早老人拢厝个呐，大水老化无，大水老化无，你听无？老人听无，少年听无啦。大水流破破是咧砍，安砍安砍，啊砍吼！大水流破破，水流破破拢无人讲啦。啊，卡到规恒河个呐，个迄个恒河畔，规拢做死体。啊，印度那迄个死体拢用啊，拢用个薄，拢用个白薄暗个。你那个看起规片，拢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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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规个白色色，迄每一块拢死体，拢伫个恒河，
恒河半山，不是我是老天嘞，不是老天大海平嘞无嘞，全卡住迄、那个哦，迄、那个恒河半山。但是咱请问，迄、那个湖啊嘞，迄、那个草嘞，会做泥水污染嘞，会做沙水污染嘞，一定泥土沙水污染一定弄得出来。尤其迄个得确诊的迄个物件，迄是相当的可怕。所以人类这个所在变成干呐，循环的重要，循环的重要。啊，这循环的重要对不对来？吼、哦，就是咱过去，咱过去关系无啥难讲，先天、先天、所作主公业，来自无缘含亲戚。先天就是过去，咱所作的主公业，迄、那个公业对不对来？对贪，对亲。对七，这叫做三宝。哦，唔啊，佛法来讲，你咱今日修得爱净三业，净三业啊。啊，先得净三业，心有三业，叫做杀恶业；心有三业，叫做贪嗔痴。啊，这个嘴有四恶：恶口、良舌、妄言。啊，搁啥啦？意义啦吼，大家拢记咧吼，大家做清楚吼。所以这个他他的这个十恶业，啊，因为一切业都被这十恶业演变出来物件，所以造成了咱人类可怕。先针对到了第三处的世界大劫，唔免大劫，起码叫做无形大劫，来给咱信息，唔免用到一边一出。这世界用的是哪？佛祖佛陀。哦，什么东方极限的啦，会当飞拍几千公里、几万公里啦，吼、哦！什么的时阵啊，迄、那个那哦，什么机枪啦，什么战车啦，什么哦，东墙铁壁啦，或什么那世界所发明的是发明啦，拢发明这大炮啦、这科技啦、这炸弹啦、这什么物件？不过大家足认真，所有的政府的一挂。吼、哦，下午顺拢编对遐文书去，对不对？哎，编对文书去要创啥？啊，就惊歹人来甲恁搬来甲恁拍咧，敢是安尼？迄叫做保家卫国，吼、哦。但是因为咱知影就是讲，所有世界的文书的钱，向你人民用上少40%，尤其你韩国、北韩，因人口无法度，但是因把这個钱摕去发展文书，伊是干呐？伊是惊讲歹人的信息，但是伊会想讲未来地洋啊，这个时阵，莫话这个时阵，唔免用啊，别个说，唔免用啊，大话吼，拢唔免，因为伊就法度甲你拍啊，对世界每一个国家拢总拍个，针对个国家无法。咱台湾是世界排第六名啦，黄伟上好个。啊，世界28个国家，200几个国家啦，咱排第二、第六名，第六名好啊，无好，第六名是上好。但是伫咧第六名后壁，迄上迄美国，迄真是迄，吼，即个60-70万人口，一工着确诊拢10万哦，80万，一工着确诊拢，根本伊即个无形大德根本就把伊分出，唔免，伊用着伊哩伊个疫情的变种。一直给你变种，一直给你变种，一直发明，一直给你变种，给你变种，让你讲有用没哩？有厉害了无？咱过去想着这波，咱过去嘛不想着这物件，敢是安尼？啊，不过呢，因为今日科学无想着，一般这个人类拢无想着，唔咱有想着呢？咱现在姐姐当然想着，咱再无想着，啊无想着，你来养青口，我青口就是咩含乌云大敌，来啦，来敌。我先讲就是每项无形大德，即完全知晓，人啊，咱个个知，敢是安尼？啊，所以咱过去咱都想到啊，你想咱何止啊，才已经40年啊，好，他无想到，我嘛早讲是不是变成杂粮了？啊，你即句话未讲出，甲你讲到要哪里啊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你就是惊变成杂粮了？啊，你连利息都甲你算咧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咱跟用杂，那未甲你讲，啊，你惊死！我们惊死，啊！恁就是惊死，把你杀死。啊，无惊死的人，上进啊！这个人心惶惶，对不对？大家嘛有惊死，有无惊死？真正大家拢爱惊死，不是无惊死，是因为咱今仔日
啊，咱用的确认，那讲不见棺材不流泪，甚至讲见现在世界，吼、哦，咱只看，啊是未来的变化，啊都是一个重大空间的变化，要变化安怎唔知？唯有是呐，关系对分讲一句话，讲勤劳受灾起灾是。哦，是这人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今日去游玩、去玩，啊，有事好事，哦，报怨好事，拢有特定的对象。唔知好甲你讲干呐？你六祖甲你讲叫做因地各反省，哦，有情来下省，因地各反省，无情亦无性，啊，无性亦无性，好无？六祖讲起来讲，哦，有情来下省。因地各反省，你咱今仔日友情上升来到这个世界，大家是共同来到这个世界，叫做共业来，共同一个摊开来。不过你这个共同的摊开来到这个世界了后，为了做拢无收成啊！哦，为是来做业，啊为来做业，啊为来做罪，为来做那个人做都无收成啊！友情来下生嘛，哦，下生听无？咱大家离物业世界来到这个世间，共同来到这个世间，下这个经济家，第二关啊，来讲，因地各反省。这因地介绍一个说啥物件？咱这叫做因地，啊，这叫做土地。啊，因地所做的土地的反省嘛，哦，那种过啊，得过，啊，那种稻呢，得稻嘛，吼，种瓜得瓜，种豆。懂，好、哦，这样的话，那个因地，啊，来今天起码来到这个世界跟因地，但是咱前面也是怎么样？未见木归生死归人啊，未见养母生哪生母啊啦，哦，咱这现在这些拢是该用佛书啦，咱该用佛号啦，该用佛书啦，吼、哦，像咱莲华啦，什么叶兰所长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些金牛啊，吼、哦，拢做来人呀，你敢讲？哎，说这样说这样，金牛还成天不会，还成天不会生，哈哈哈！你看他妈，他是太牛，他会成天不会生，意思讲无见道理啊！安尼呐，安尼个，金牛就是讲，咱金木归金木归，啊，金是归金是归，这稍微别物件，啊，这开始开始，咱来到这个世界，好、哦，金显阴，啊，不显阴，啊，金木阴呢，变木阴。这十个月事实，各位姐妹大家，咱华族四十年，咱华族三十岁开会，甚至在这个内底当中啊，咱一个帮丈王先生啊，长一个班啊，伊考十七岁，今年考十七岁，咱邱建林伊多的啊，甲邱建林伫因遐，因遐方因遐涉及到，伊也挺多的啦。安尼啊，咱伫高书，啊邱建林因遐个叫做因书啦。但是自周建林甲晋的当中，伊讲十六岁甲晋当中，八十四岁安尼几冬啊？那想，那几冬啊？哦，那就七十六岁，八十四岁，哦，那七岁岁了，吼、哦，啊，六岁就七岁岁了，吼、哦，我这说法都那无变好啦，吼、哦，哦，那就对啦，啊，所以在你的当中。咱周建林，咱已经六七十年前，咱在咱们经迄个县里，甲迄个县，迄个县里人来对，过一条街。咱今天在城市的所在，咱家己的内心世界，咱有家己做欢喜，咱有家己做青春，咱有家己揢咱家己地位讲，我过去二几十年前，我就选择个正确的有无？那正，你假说一讲，哈，我过去的我一直发脾气。我过去叫什么？给我骗骗你吃素食，有足侪好料当吃，害我拢袂当吃。啊，嘴阿吃那怪难，哈，一种味样，迄念伊念伊出问题。感谢你哦，你若愈吃愈感恩，愈吃愈欢喜，吼、哦，你得来得就是哪，就是加倍成长。咱若愈吃嘴愈念嘞，愈怪难嘞，上好吼，来看迄个咱的手机台有优质对不对？啊，中国大陆吼，哦，真正好皮好皮啦！伊讲吃在中国吼，啊，有一个叫做那耐哥啦，讲卖爽啦，耐哥卖爽。伊专门哩，中国大陆每一个所在，不论你四川啊、新疆啊，每一个所在，伊都有伊特色。
迄个呐特殊的料理，迄真正人一顿食素食，结结有够吼，看人家真正老汉呢，真正老气嘛，你煮得到底哦，迄个物件哦，惊你咱目睭咧看，啊，你那个思想就感觉足香啊，你那个思想就香啊嘞，像咱若要食素食，咱来借一碗肉偌好嘞，你看看咱的思想哦，遮好嘛，思想伫内底，咱的心有阵时也无清净。所以今日咱一直透过着这种的新中观、甲悔过观，一直咧甲咱教育，一直咧甲教育，教育咱啥物件？教育咱的幻想，教育咱的思想的心。你为什么想要食上心的肉？你为什么要害众生的生命来食？因为你食这有因果，你食这就是白食。这不管是咧甲你教育，我咧讲啊。新出嘛，我讲反正是一个人生较过啦。哦，啊，这无去嘛，无去啦，无去。咱出来问政府，也袂甲你掠去讲怪两日啦。你今日无来上班，怪过去啊。也袂甲你，袂来甲你规划看较好个。但是咱来知影，面对着咱内心的世界有问题，因为咱很理性，无受着真理的教育，咱的思想、幻想的当中，体验了参亲戚掠去。无明掠来了后，什么想法？什么想法？无明，无明想法。迄个无明掠来，心里用脑子，你用做出来。但是咱今日透过着伊的这个法会，就是一直咧在教育，互咱内心世界当中会去安住，会去稳定，会去感恩，会去欢喜。感恩啊，好感恩。我一世人无别的人世俗。我这世人嘛无避过时光，我这个鬼嘛无避过。伊人讲我无甲上天重要。我虽然我足憨来趁钱，我唔是足好迄个大企业家，迄足好趁钱的人，我唔是迄个人。但是我足好收的。人吼、哦、有咧食饭，我无甲人食饭。人有咧吼调抖音，我无甲人调抖音，我憨人。我本来是修行，我家己规矩，咱我当算啊一点啦。对，咱讲出话，咱讲你知无？蒙餐的，就爱看到门啊头上来看卡的。蒙餐的，就到门啊头上来看卡。这个你听有意思无？一个蒙，两个咧蒙餐的啦。啊，蒙到一半当中，伊讲：哎、欸，我这卡要订呢，伊说蒙出些啦。啊，我这卡嘛要订呢。看嘛，做些啊！啊，两个就讲啊，到码头搭来看卡，因为你伫摸的过程袂当看到卡嘛，吼、哦。结果一个摸的餐，一个摸的是餐的，啊，一个摸的是金宝的啦。金宝的值钱才偌钱啊！啊，金宝的这也袂当去偷当的，你摸的金宝的啊，摸一卡也无钱来用钱的啦。这个、意思就讲，咱人活伫这个世界，咱嘛含人咧玩这个世界，为是。摆在人世上，啊，或是摆过时光，懵懵懂懂过，啊，懵懵懂懂做，啊，懵懵懂懂错，安尼听无？安尼蛮过意思。但是你明明今日咱修行虽然，咱是社会的中流砥柱，咱是做赚钱，唔是社会顶端的科技，唔是离迄个叫做哦，离社会诶名望足悬迄个，唔过呢，咱安分守己，安分守己。哦，我都无甲人接，我都安分守己，食我迄个素食，学我迄个道。人来咧到道中，啊，我就甲人在道中。啊，人来哦，叫我来度人，啊，我就来度人。啊，人来咧哦，要办佛事，叫我从哪，我就来了完。这叫做哪？这个鸟随凤凰飞得远，啊，人随圣贤品格高。我就随着这几只行出来。但是我就很慢啊，但是我就很慢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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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今天开班，我们就来开班啊，但是开班是什么事啊，是你年轻人打的晚上，我们不管多少人当中新春大会的问题是情况，但是做对我们从大马上呀，哦，这就是什么，我们今天开班就对了，来这坐一日啊，我们听他讲道理，对不对，去了，啊，讲一个古话片，然后我困着啊，吼！你莫讲每一个人到我来讲古话片啦，吼！我是讲你讲去对面的人就去了啊，吼！
啊，所以拄一下拄无要紧，啊，毋茫甲分就好啦，啊，所以呢，因为这是调节家己的身体啦，但是因为一定爱来，一定爱来，因为侬讲，咱今日这班过了后，其实人要甲讲，人讲安怎，讲人间俗语，啊，天天轮回，暗处浮生，天外人间。咱今日伫咧做诶当中，上天咧甲你去，上天了重要解。那你今日开班，对一班有来，今年一年入一年，哦，诶，新生官，吼，咱落来入班，哦，啊，上天甲你记较清楚。一年入一年，你要来入班，哇，你做减一科，啊，减一科，你若去咧考试啦吼，啊，若考公务员，你若无去考，会得分数诶。啊，你考数啊，数啊，歹考的，啊，我放弃考，会得分数的。啊，当然后边来挂一个阿文，两分啊，零分，袂讲你无去考，我给你挂一百分。啊，但是你若去考，上我过去吼，那数啊，我上分段的。啊，那数看到数啊，啊，我差不多挂了就对了吼。我就讲，阮一家伙啊，对数学吼无啥个。啊，那阮会员吼，对数学伊这是专科的，所以伊出阮这个查某孙啊吼，可以读数学，拢替阿公读就对了吼。伊阿公过去读无吼，啊，即摆拢替阿公读，我拢数学几百分嘞。我迄时若高中，若到初中来咧读高中，我数学几百分，迄是足强安尼，敢是安尼吼？嗯。啊，但是当顶个因为伊无讲，伊今日虽然不做我读，伊若无去读，今日班里头讲，好似你数学一百分嘞，袂晓，我咱挂一个阿妹蛋出来啦吼。意思就甲你讲，你顺便对。啊，我较早吼，你咳嗽安怎好你咁来啊？迄其实讲个是足歹势啊，啊，倒一摆到胃拢无要紧啊，吼，安尼对啦，摆到胃无要紧。啊，去达标咧，算计嘛，较袂晓算。啊，来填充题，你来迄个选择题啦，吼，思维题啦，思维题安怎打叉嘛，叉零嘛，吼，啊，选择题一二三嘛，吼，啊，然后把尾一。七千万叫是掉啊，看不起人吼。啊，侬嘛卖二，啊七千万叫是换掉啊。啊，你若要嘛卖，就卖着换掉哩。啊，其实今日嘛唔卖就对啦。啊，但是你卖伊，今日注释着伊，反正要着你对不对吼？啊嘛，今日嘛有分数无？你注释着着嘛是有分数对啦。啊，你若无甲贴有分数无？没算有分数无？无啦，吼，你唔好讲，你说无贴啊，我哪互你对啦？无迄个道理啦，无分数。啊，我讲啥你想听无？等下伊。来这些都分数啊啦，啊，来这些都分数啊！我讲的是啊，来今仔日来代表分大人，今仔日来这些新中班大会过完，上天的树立分数，来比如呐，小组的力量的锤炼，管理下来是，这是一个非常的重要。不然你今仔日，当然啦吼，啊，有咱两个当师，哦，那过去有一日的啊，当天，但是嘛，需要啊，这个。那半工的当中呢，因为时间紧迫，那或许到四十分，啊，我们来约三个人拖时间啦吼。我们拖时间的后边人吼，江苏有啦，走马送吼。啊，咱后边是江苏人呐，就是咱特别做实在，伊一世人上福报，伊有两个老爸，啊嘛两个老母啦吼。我讲安尼听无？听啦吼。咱吴姐讲述啦，啊，吴姐伊是。大出生修建你的孙啊，大出生啊，查某囝，啊去学无进电视咧做查某囝，两个老爸咧疼咧，啊两个老母咧爱咧咧照顾，只有福无无，啊有恁母呢，恁三母也是，无嘛，个义母尔嘛吼，啊所以即世人都做无福报，啊伊嘛怎样修炼怎样好得，哦，伊是你不用改了，对当中做个哪？AIA 总裁啊，不是总裁啦 ，AIA 总监啊，我讲起来会惊一跳啦吼。AIA 总裁是上官的大头家安尼吼，啊总监就是讲，迄个总监啊什么都唔捌啦，啊我嘛上迄个总监是经理的前几级的，可能几级的我唔捌啦，但是我知伊是 AIA 总监。跟他讲起来就是讲，李飞鸿界内底当中，伊是阮啊是一个非常活跃，啊因为伊虽然讲伊的火天的事业成就。啊！伊对修养在内底当中，伊绝对无放弃，伊嘛比别人较认真，啊嘛比别人较歹命啊。但伊个命运个命运，毋是比别人较歹命啦吼。有两个老爸老母咧笑我，但比别人较歹命，袂啦，比别人较好命啦。
啊，当然啦，讲人比人啊气死人，啊，咱六一个人一个命，吼、哦，安尼变吼，啊，咱今日就来邀请一咱哦，这个啊，咱啊吴姐处长啊，有咧注意今日的课题，啊，最后祝福咱各位大家身体愉快，身体健康，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嗯嗯前显，请来就坐哈。